不是只有花生粉，它花生粉里面有花生的小颗粒，所以你有放哪里？对，没有，是小颗粒，是颗粒。对，而且你打开，然后让马吉露出来给你咬下去，那花生香鲜已经脱离了，那你就可以卖花生。一咬下去之后，你可以看它限量多满，而且通常花生里面会加一点砂糖，然后它砂糖量很低。对，它是直接加。因为中的甜味很多，所以其实吃不到砂糖的颗粒，取而代之是花生的颗粒，然后还会加那个糖，一点点甜而已。花生是一个甜甜都可以被接受的，因为你吃起来的时候，你即使它里面有糖分在里面，其实它是不会把那糖分吸收，它在跟那个糖分做个润滑之后。我刚刚讲的那个颗粒。